人我集体，你有三。乐芒、银石、狂飙黑，我们全系搭载了断面 A 级玻璃。你有三率先搭载了天玑8100旗舰处理器，拥有四个 A78 大核，并且主频都能够拉满到2.85GHz。在 GPU 方面，天玑8100也采用了 Mali 最新的 G610，这也是 Realme 的首款双芯旗舰。通过它，我们可以为玩家们提供极具沉浸感的高帧游戏体验。通过这一颗独显芯片，我们可以做到两个体验上的巨大飞跃。第一，可以让玩家们突破帧率的桎梏，抢先体验游戏的高帧模式。第二，在高帧游戏的同时，它可以拥有更加稳定持久的游戏表现。这一次 Neo 3搭载了更进一步的金刚石冰芯散热系统 MAX， 顾名思义啊，这一次 Neo 3的散热面积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大啊，将近40000平方毫米。而大家也同样关心的 VC 散热板，我们也做到了4129平方毫米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同级最大的钢化 VC 液冷散热。 Neo 3这一次搭载了一块全新升级的6.7英寸、120赫兹类钻牌柔性直屏。Neo 3的左右边框能够窄至1.48毫米，而它的下巴则窄至2.37毫米，就是我们这一次搭载了一颗 X 轴线性马达。 Neo 3还内置了屏下指纹，相比较于普通的屏幕指纹技术， Neo 3的解锁速度明显提升。 Neo 3当中啊，我们搭载了11根的天线，并且可以四个方向自由的切换天线，全球首发的150瓦光速秒充技术，这使得 GT Neo 3成为了可能是迄今为止全球充电速度最快的手机。 Neo 3充至50%的电量仅仅需要5分钟。这颗芯片除了能够让 Neo 3的电池充电转化率更高之外，它还可以有效地降低充电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发热问题，电池也更加的经久耐用了。我们支持高达1600次的完整的充放电的循环，188克和8.2毫米。而更惊喜的是，无论150瓦的版本还是5000毫安时的版本，它们两个的手感都是一样的轻薄。 Neo 3拥有索尼 IMX766 的旗舰级的主摄，并且还具备 ORS 加上 ERS 的双重防抖。全新升级的夜隼 AI 引擎让 GT Neo 3拥有着出类拔萃的夜景成像能力。天玑8100电竞旗舰，我们决定一步到位，1999元起，为大家升级为12+256的超大内存组合，价格不变。真我 GT Neo 3150瓦光速秒充版本的售价，8+256的版本，它的售价为2699元；12+256的版本，它的售价为2899元。